哥们要小心，总冠军赛的过程哦，不小心对裁判有一点意见了，被赶出去的话，那对统一来讲是一种伤害。得不偿失，这一棒又上去了，钟成佑。这个半局蓝绿熊队的第二支全垒打了，钟成佑今年球季的第七号，是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蓝绿熊队现在在四局下半了，是靠着两支全垒打攻下了三分了。蓝绿熊的这些。 打者们是很挺雷克斯的，对。我们常讲，在评估朗尼的一个球队的实力。